哇，好亮！今天穿的绒不绒？绒不绒？哇，这边太亮了。你敲鼓了吗？打响指听到了，听到了。打响指吗？听到了，就是敲着鼓打的响指是吧？哇，然后响响响响响指，敲着响响指打鼓，唱歌。哎呀，哦对了，我以为，对，可好吃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非常好吃。昨天我们在大堂吃的外卖。我不吃，你要说告诉哥哥，我看看叫什么。胡。胡什么？几个字儿啊？不知道。鱼边边很多的汤和红稀饭。胡辣汤。不是胡辣汤，他肯定知道。慢点。这种糊糊。哎，这个发型和刚才好像不太一样。他把头发弄进去，弄进去披个衣服。不好意思。下午干嘛去了？你们来看。下午。在屋里玩游戏。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说玩完游戏，听他说他就然后过来拍一下我。他说他想晚点过来，不太想过来。然后他说想吃饭的话找他，不吃饭可以不找。就睡觉了是吧？就。对呀。哦，你说这样大摇大摆吗？有点过分啊。等着吧，不等了，我们回去等。不，我走了。对啊，哎，不是，你慢一点。回去了，我回酒店了。嗯，回酒店等。多久回去？你们回去了，我回北京了。